我也太美了吧！抱歉抱歉，其实我是来相亲的，然后看到那只鸟很可爱，想要抓下来送给相亲对象。原来就是你呀、人是傻了点儿，不过还挺浪漫的。这是夸奖吗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接下来说说你的择偶标准吧。当然是以你为标准了。第一次就被我的美貌所吸引了吗？像你这种又自恋、脾气又差的女生，我绝对不会娶的。耽误老娘时间。择偶标准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